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蒋乃馨、陈秀清、林宏池等22人，有鉴于明年陆客来台观光人数将从3000人增加到4000人，再加上开放陆客来台自由行，但目前我国旅游资源增加速度过于缓慢，不仅经常爆发国人与陆客抢车、抢旅馆的情形，许多观光景点之餐饮、休息站设施等也供不应求，不仅降低国内旅游品质，更损及国人旅游权益。为维护国人在国内旅游之品质和权益，原提案要求行政院于3个月内确实检讨国内各观光景点、旅馆、餐饮、休息站等数量、设施是否足以因应增加之陆客，尤其对于合格游览车之供应情形，更需要有所掌控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。